大家好，我是 Mike Lin， 欢迎来到 Mike Lin Fitness。And I'm Mary。All right，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组腿部在家里可以做的腿部的训练，一共有四个动作，我呢主要讲解动作要领，然后由 Mary 用来示范。OK， 今天我们用到的一些器械呢，主要是有哑铃，还有一个瑜伽球，待会儿会介绍到。第一个动作，我们做深蹲，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呢有很多朋友都做体重深蹲，但是做到一定时间之后呢，对腿部的刺激越来越小，那么可以加一点重物。我们今天第一个做一个酒杯深蹲，具体的深蹲呢动作就是，双腿展开，比肩略宽，然后脚尖呢略外转，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最主要的是保持大腿与小腿还有脚尖方向一致就可以，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OK， 站直了，收紧腹部，整个全程收紧腹部，拿一个酒杯这样子，像酒杯一样，同时呢是挺胸，注意呢是胸是挺的，腹部是收的，同时呢背部也是直的。OK， 很简单，蹲下去，往后蹲，尽量把重心放到脚后跟。OK。蹲到底部的时候，大概大腿与地面平行，臀部觉得肌肉有点紧张的时候就可以起来。OK， 关于呼吸呢，下去的时候吸气，上来的时候呼气，下去的时候可以慢一点，并不要太快，上来的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OK， 在侧面示范一下。刚才是酒杯深蹲，但是如果拿两个哑铃这样子也可以。Again， 那个收紧腹部，往后蹲，蹲到大概大腿与地面平行，开始起来。整个过程当中是收紧腹部，下来的时候吸气，呼气。OK，That's it， 酒杯深蹲，负重深蹲。现在 Marion 来示范一下。That's good， 收紧腹部，看到 Marion 的背部。一直是挺直的 ，OK， 蹲到大概大腿与地面平行，就可以起来。All right， let's get up， very good。All right， 这就是酒杯深蹲。第二个动作呢是 lunge， 也就是箭步蹲。箭步蹲我示范一下，可以用体重来做，但是如果觉得体重做已经没有什么刺激的话，可以拿两个哑铃，根据自己的。重量来选择，我这个是每个手里边是十磅。OK， 同样站直，第一个是跨出去向前跨，注意保持大腿与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OK， 然后呢放下去的时候可以慢慢放下去，同时这样子上来的时候呢，可以用脚后跟发力往后快速一点，注意整个过程当中呢腹部是收紧的。OK， 蹬的时候用脚后跟往后蹬。OK， 这就是 lunge， 现在由 Marion 来示范。Right here， OK， slower， back， forward， make sure it's a line， make sure 脚尖与膝盖还有大腿是一直的， same line to avoid injury， OK， 收回来的时候 kick back from your heels， kick back， OK， very good。这个呢 lunge 呢不在乎做多少快，而在乎动作有多少好。很多人呢其实 lunge 是一个很安全的动作，如果说你保持这个膝盖的稳定，整个成一条直线的话，不太容易受伤。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动作做得太快太猛，扭曲了才会受伤。 OK， very good。 接下来一个动作，大家都知道大腿呢是由前面的股四肌还有后面的股二肌构成，所有的动作几乎都会锻炼到前面的股四肌还有后面的股二肌，不过有所侧重，刚才两个动作多数是锻炼了前面的股四肌，那么现在做一个动作主要是锻炼后面的股二肌。 OK， 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做的是叫直腿硬拉。 Again， 具体的方法像平时一样站直，直腿硬拉的动作要领是膝盖是站直的，但是不锁死。OK， 不锁死，然后呢重心稍微往前在脚掌，同时呢哑铃这样拿，从髋关节这边弯曲，同时胸部挺胸，慢慢这样，可以感受到大腿的后面非常张力非常大，放低到不能再低，同时开始收缩往上，要点是全程，这个全程当中哑铃
几乎是以脚尖成一条垂直的直线，垂直上下。OK， 这样保持全程的股二肌的张力，而不是这样子。OK， 就变成硬拉，就是对背部练习的比较多。OK， 垂直上下。注意这个过程当中，腹部是收紧的，没有弓背，保持背部的挺直，防止损伤。OK， 现在由 Marion 来示范。Very good. Bend from the hips. Keep your back straight. Right? Bend from hips. Keep back straight. Very good. 大家注意到 Marion 呢，胸部是挺着的，然后哑铃呢是垂直上下，没有往后太多。OK， 这个呢主要是训练的是后面股二肌的锻炼。Very good. 对于初学者来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哑铃不要用太重，其实有一个5磅、10磅最多了，就可以体会到很好的后面股二肌的收缩。OK， 下面一个动作呢是股二肌的收缩，这个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瑜伽球，这个呢我们就由 Marion 来示范。这个呢动作呢主要是躺在地上，脚放在瑜伽球上，然后收缩，像一个臀桥一样，会感受到二头肌会有很大的刺激。看，Very good, very good。那个腿部跟身体几乎成一条直线，收缩臀肌，对后面的股二肌是非常非常好的刺激。Very good, thank you, Marion。这个呢，很简单的器械，对很多朋友要，很多特别是女生要提臀，要对臀部的刺激，非常好的腿部后面腿部的刺激，也是非常好的臀部的刺激，不妨试试看。好的，今天的腿部训练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这里呢是今天的腿部训练的计划。对于初学者来说，每个动作呢做3到4组，每一组呢做大概15个，组间呢休息1分钟左右。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你的观看。Bye, see you next time.